蒋法律你知道吗？你跟小强都是光棍，你知道为啥跟你相亲？你知道为啥吗？我纳闷呢，我纳闷呢、啊。就现在你这种情况啊，你现在离不开人了。小强天天形影不离的那么照顾你，你，小强打光棍完全你给拖累的，你知道吗？给你找个老伴呢，小强能变得轻松一点啊，他就容易找对象了，这意思你懂吗？啊？走了走了。你是这么想的？我是心疼小强，你想让小强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啊？啊？那行。那我知道了，我努力争取呗。你这争什么取？没有你说，小芬呢？你也是啊。所以他这个相亲这事儿啊，还得你给他帮忙，你好好引导引导，知道怎么去聊天。尤其碰见小姑娘了，或者什么小媳妇了，什么这样。你别扯了，别扯这个了，还小姑娘了，小媳妇了，这他给我领了那个都能当我老姑，都能当我老娘。不是，你就说你这嘴，你说啊，难怪他轮锤都削你，是吧？这我要是那样，我也得削你啊！你放心，包我身上，我教育教育他，让他知道怎么跟女方相处。行吧，那边有急事儿，我这、哦、这赶过来，你嫂子跟亮亮还在那儿等我呢，这我得赶紧过去。好，哥。啊，行了，你好好的吧，我这是祝你能找一个好一点的老伴儿，别火气那么大，那么大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哎，媳妇儿啊，我这边处理完了，我大概那20分钟我就过去，你先买票完等我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哥，拜。好了，拜拜。啊，好了，再见啊，哥。行了，别上那火啊！行，你整的跟我爹似的。我哥就今天休息，你怎么闹的？我请了一个人来了，他每次都不搭理，要不人说人这难看，那对不对？那咋行啊？是不是？蒋法律，那转了多少圈了？来呗，水果。来，这瓜甜不甜呢？哎呀，我这好心给他讲课，他咋睡着了呀？苹果怎么卖呀？5块钱。你醒醒啊！哎，小凤，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装的。哎呀，我是真睡着了，行吗？好，哎，坐好了，接着讲课。讲啥呀？能不能不讲了？我那边挺忙的，我回去了啊。哎，不行，哎，这个，哎呀，听我说话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撒手啊！光天化日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还叫上板了？我咋给你整把胡子？你还唱一段啊？有，谁唱？你这巧不巧？巧啥巧啊？哎，我说李大乐子，你活了30岁，专业起哄加秧子20年，哪有热闹你往哪凑？这个生活富裕，精神空虚，总得满世界找点乐啊！李大乐子，还有你。还有叫张老疙瘩，你们仨呀，虎啸镇三大闲人，简而称之虎啸三闲。哎呀，走，快走，这名儿多好啊！老蒋头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不看看你自己呀？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真的呀？你这是啥呀？我来10回打高头，有9回能碰着你。来干啥了？以为别人不清楚，我不清楚呗？啊，你是来买打糕来了吗？我看你是看上我们家郑巧芬了，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这话说的。你给我消停点！笑啥笑啊？还有你，你说清楚哈，啥叫你们家郑巧芬呀？啊？我怎么就是你们家人了？郑富生是你哥，徐慧是我姐，他们两口子，俺们不就是一家人吗？这没错啊！我呸！哎，媳妇儿，过来，这得抓重点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得先整明白了，一定要抓住重点。嗯、什么叫你们家郑小芬啊？啊，你把这个不给他掰扯清楚了不行了？再说了，你知道他逼人啥吗？过来，哈。你不知道现在张振宝已经死了呀？那不好事吗？没障碍了，咱俩不更有戏了吗？呸！谁跟你有戏啊？
派出所正在破案查凶手呢。你要不想没事找事儿，你就老实点。不是，那这还谁能怀疑我人呢呀，小芬呢？啊，这我连鸡都不敢宰，我还敢杀人呢？就算我敢杀人，我敢杀张振宝人呢呀？这谁能怀疑我？那得啥脑子？那不猪脑子吗？那不？我瞧瞧你那窝囊样！我告诉你吧，我就是一辈子当寡妇，你也没戏，趁早死了，信吗？哇，天哪！怎么说下雨就下雨了？哎，好多了。行。你看，这儿有小朋友在这玩呢。哎，这一下雨，这地方还挺漂亮的。哎，哎，陆生，咱坐一会儿吧，行吗？哎，行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呀？哎，亮亮，他们玩的挺开心的哦，想不想去玩啊？去吧。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说下就下了。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你有心事儿啊？我一想，这个一会儿要跟这个医生再说，说孩子过去发生的事儿，难受。肯定难受，我也特别难受。那天出事儿的时候，也和今天一样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就一低头的功夫。一下就出事了，我都不敢想。你是不是有时候是觉得你这个当警察的丈夫挺无能的？是。是，确实无能。这案子都已经十几年了，到现在还没破，确实无能。我觉得我这警察当得特别耻辱，尤其还是我自己的老婆孩子遇到这样的事，我都无能为力，够耻辱。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其实你也不容易，你相信我，亮亮会好的，啊，一定会好的。那咱们就抓紧吧，也别耽误时间了，好吗？嗯，去。亮亮，亮亮，走了。妈妈跟你说啊，让爸爸背你一会儿好吗？开心吗？来。爸爸背喽，来，小心，出发，跑喽！亮亮的失语症是因为我的工作造成。慢点，慢点。他本该和别的孩子一道去唱歌，去欢笑。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小芬，哎，小香哥，哎，你那个，你拿本书看呗。哎呀，你还真上心啊，特意给我送过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茶有，随时给你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哎，这本书老稀罕了。稀罕就好。
啊，那啥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哎，等一下呗。咋了？哎呀，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啥事儿？那天劝我说让我离开虎啸，你是咋寻思的呀？小芬啊，我坐过一年牢，我知道那里面的滋味，真是不好受。啊，那小芬，你看完我再给你换新的啊。小芬，谁啊？我，来，大哥呀！啊，我给你，你看，拿点东西。你看，啥事儿啊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想和你那什么聊一聊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吧？有啥话，那你说吧。再小点声行不行？因为瑞生睡着了，别把他吵醒了。啊，没事，他睡得死。行，有啥话你就说。哦，那个，你那个打糕摊啊，我去的少，但是不等于咱们张家人不去。他们看见了什么，他有时候就回来瞎说，有的是不该说的也说，该说的也说，反正都不好听的话都传到我耳边里了。我最烦这些嚼舌头的人了，他们说啥呢？我也不想听，你也别跟我学，我懒得搭理他们啊。不是，你这话说的也不对，这得分说什么话。那如果要是说振宝是你杀的呢？大哥，这话你信吗？我肯定是不相信呢。这不扯淡呢吗？他是你老公，你是他老婆，你能杀他吗？所以我想说的是啥？是不是咱们哪个地方做的啊，做的不好，嘴是别人的，咱拦都拦不住。那你有啥想说的，你就把话说明白吧。我最近听说，你那大高摊儿，有两个男人总去，一个是徐立忠，一个是江小江，有这事吗？不，那又怎么了啊？那徐立忠啥样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江小强，那是因为我们俩他离得近，我没事找他借本书啥的，不可以吗？那就这书他借什么书？这是你管不着。借书这是好事情，那学习向上的这都应该鼓励支持。关键不是振宝刚死吗？我先别说我没啥事儿哈，就算有啥事儿，哎，从法律上来说我现在也是单身吧，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啊？那是，这权利是肯定有。我跟你说，小芬，我这个人是通情达理。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这番话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，我绝对支持，绝不阻挠。再一个哈，我是那么想的，你别总跟那个别人哈，就是说这俩男人呐，这个走得太近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就是明显的告诉别人啊。让张振宝早点死，我好再找一个，这不影响不好吗？切，清者自清，别人爱说啥说啥去。什么清不清的，那就是那么一说，你清了还是我清了还是这他清了，你都不知道。现在这村里人都说啥？说虎啸镇要上演一出那叫什么？那个《水浒传》对，又潘金莲又西门庆又武大郎。这好吗？这影响根本就不好。谁说的呀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当面找他去，我跟他当面锣对面鼓的问个清楚了。这干啥？这不是打仗吗？问那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
咱非得往那个风口浪尖上去撞啊！我今天说句心里话，这么多年，你吃多少苦，受多少委屈，别人不清楚，我不清楚吗？啊，我不是傻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平时你直来直去可以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咱们低调点，不行吗？啊？我咋低调啊？啥叫低调啊？啊？行了，我怎么做，我做啥你管不着，咱也别说了啊。哎，小芬，小芬，我是管不了你呀、啊。瑞生我得管吧？那是我们张家的骨肉吧？小芬，你作为母亲，你说什么、怎么说、怎么做，你所有的行为都直接影响瑞生啊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所以呢，别太任性了，好不好？我求你行不行？为了咱老张家。哎呀，姐，你这想想招呗，真的，我这着急用啊。哎，我上哪给你想招去呀？你张嘴闭嘴就十万块钱，那是十万块呀，我去哪儿给你弄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那些基金还没到日子呢，你别惦记。不是那啥，你不行，你借一借还不行吗？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听说那手机现在有软件啥玩意儿的，都能那个贷款啥的。你整一个，你慢慢还，我不行啊。不，你怎么什么都惦记呢？哎，立冬来了。哎，姐啊，你过来了。哎，姐夫啊，那啥，你跟姐在外头聊啥？进来呗，进来，来。不是那啥，姐夫，我跟我姐说几句话，这说完了，这着了啊。你忙你的，你抓紧姐啊，等你信儿，着了姐夫啊。哎呀。你弟弟也真有意思啊，他一见我就滋滋撩，像老鼠见猫似的，干啥呢他？啊，那他都进你派出所几回了，能不紧张吗？啊，你也是，把自己小舅子搞成这样。不是，这是我，怎么是我搞的呢？因为他喜欢赌博呀，他有时候跟别的案子他有关系。那你说那么多人看着我，能不找他，不可能找派出所，你怎么弄啊？你呀，也别那么累。拿着，你啥意思啊？拿着吧。哎呀，那你看，我的意思就是，这十天半个月的，别去那个大高台了。那么累，在家好好休息休息。你带个孩子，我看着你那样，我都，哎呀，挺心疼的。就算大高，我全买了。拿走。你少来这套啊！哎呀，大哥，您还是自己收好吧啊！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去啊！这钱你收好了，我不要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要是有空，欢迎你到我的打糕摊来啊！我每一天都会跳打糕舞的。啊，东西你也拿走，谢谢你了。你快拿点，哎，行，谢谢啊，你早休息。嘚瑟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在那解释了，反正我都想好了，我就盼着我弟弟好好的。别再落你手里，落谁手里？你进来干啥来了？借钱吗？对啊，借十万块钱。借什么玩意儿？借十万块钱干啥呀？他要干啥呀？他要？啊？不是你得问他呀。我告诉你，慧儿，你必须得问他。你说干什么？他是拿钱赌博去呢？赌球去呢？他肯定不是做生意。你不能借他了，纵容你这是啊？郑鲁生，不是咱们家谁做主啊？你呀，你都知道我做主了，你还那么多废话。这是废话吗？我这是废话吗？我这是好话。你当姐姐，你非常正直，啊，你爱护这个弟弟都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这么纵容下去，他就完了。你这样吧，你先别借他钱，你先别借他钱。我问一问，我侧面问一下，问一下十万块钱他干什么。啊，问完之后，然后他要干正事儿，没问题。要干别的事儿，你不能借，行不行？反正是他急等钱用。这样，明天晚上呢，我给他打款。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你想问你就好好问问吧。行吧，好。哎呀，你这姐姐真好。
我特别希望我有这样的姐姐。哎呀，那。爹，你饿了？不饿。哎，我在车上呢，我还在车上呢，你别把车子停道当间儿啊！谢谢谢谢，明天赶早哈！谢谢。小芬，坐，打糕呢。是，花生。哎，好嘞，好，花生的哈，您自己拿哈，来做打糕。啊，是啊，雪伦哥，早上好哈。好。哎，你吃早饭了没？我给你来份打糕啊。吃。好，你来哈。吃过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请你哈。吃过了。好了，来，哎，给您哈，再来哈。啥？你说你啥？吃过了。吃过了。你那啥。啥喜事？你好好说，咋了？这没啥喜事。咱们高兴，看着老开心了。开心还不好啊？这人活一天就得开心一天啊，这样活的才有意思嘛。对，是。哎，你忙哈，我走了。哎，好，思强哥。哎。小强哥，小强哥，我不知道你这白天忙不忙，事儿多吗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啥？你说呗。我这一忙起来，打糕摊的生意也顾不过来了，你帮我收收钱，看看摊，这有时候人给现金，我这也不方便收，不卫生，行吧？太行了。那谢谢你了，小强哥。哎，法律在这呢。没事，你要心理失调，我就给你做饭。爹，你饿了呗？我说一百遍了，不饿。车推过来。这家伙，母所真是火力旺啊！啊，我又没有女朋友，我也没结婚，不锻炼干啥？哎呀，好好练吧，练吧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啊，这一早上上班愁眉苦脸的？啥愁眉苦脸的？家家都是难念的经啊，这是。啊，哎，喂，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家事儿，那个小舅子徐立忠啊，今天这是管他姐，借10万块钱啊！我说你这不能借呀，你知道他拿着10万块钱要干什么呀？我说你得问情况，问清楚了你才那个。打电话找他吗？关机，然后又问他家里住的地方，没在家。啊，谁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我说，哎呀，我说得赶紧找到他，要我那媳妇儿虎了吧唧的，10万钱夸就能给寄过去。我说，哎，所有地方都找了吗？找了，全找了没有？那还是没找对地儿啊？肯定没找对地儿，要不然能找不着吗？哎呀，大点个地儿。哎呀，那吴所，你这意思是自信满满的，好像你这话你能找到啊？也不是自信满满，啊，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哎，这样啊，我到咱俩打个赌啊，如果你能找着，你请个吃饭啊什么都可以啊，怎么弄都行啊，咱们打赌。哎，过来，这是送那个会议室的吗？对，放这儿。但是前提啊，不能是在那个什么啊，工作时间不行啊。这样啊，今天下班之前我给你找着的，找不着这桶水我喝了。找着，你喝。
你开什么玩笑？谁这桶水谁能干掉啊？你看，你别闹了就行了。没自信了吧？算了，我上班去。哎，你回来，回来啊！找不着你把这桶水干掉。对呀，啊，谁找谁喝。说的啊，说好了，就这桶水，我对赌给你打。啊，哎，说话算数啊。好。吴家，早啊。早。哎，凉凉凉凉凉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那啥，咱俩打个赌呗。大早上谁跟你打？哎，你听听听，你听你听，有好处啊。赢了，你上次捣鼓那个香水，我给你买。咋样？真的假的？你看，那我能骗你吗？赌啥呀？啥事儿？你帮我找徐立忠呗。徐立忠，你找郑所长，别找我。我找他干嘛？这地界儿。你不也挺熟的吗？那是肯定了，那我也是相当熟了，是吧？嗯，这样，今天下班之前，你要能帮我找到徐立忠，香水，我给你买。说话算话啊！必须的。哎，但是啊，找不着，咱可得有点惩罚，这可以吗？啥惩罚呀？看见那桶水了吗？看着了。当然了。我不能让你干，一半怎么样？都喝了呀。这也就是你输了的惩罚。成交。你们是没在现场啊，我在那看着。哎呀，这俩人眉目传情，欢歌笑语的，你瞅瞅。你说这还有个男的都不够他嘚瑟的了。哎呦我天哪！嫂子，你都没看着，那蒋小强都走了。这郑小芬在后边干啥呢？冲老远了，那大声跟他说：“小强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”妈，你没听那个声儿啊？那哎呀，就整个虎啸都能听见。叫板呢，哥，这是冲你来的。哎，你说咱哥昨晚还给他钱呢，他为啥不要啊？因为啥？嫌钱少呗。这种娘们儿，总觉得自己有点姿色，就拿自己当成七仙女和嫦娥。那就少不了猪八戒上杆子，想把他娶回高老庄。钱还会缺吗？就是一个媚眼儿，啥都有了。哎呀，二哥，你说的都是啥？嫦娥是嫦娥，七仙女是七仙女，猪八戒跟高老庄有啥关系？哎呀，你眯着吧。不是你俩犯啥呢？这是嫦娥七仙女的，你让大哥说一句话不行啊？他也不让我说呀，他俩，你跟这一句一句的，你俩干啥呢？说相声呢？高老庄都整出来了。你说卖打糕就卖打糕呗，还跳打糕舞干啥呢？你歌舞团呢？你跳舞啊？裙子整的都飞起来了。你明天把裙子给我没收，拿给我拿过来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脱人裙子干啥呀？捡了，指那裙子卖打糕。我换裤子，换裤子。他就指着那个裙子，你看都这样。没那样，那样。我这照片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老三在那看咱们呢。你别让老三看咱们在这好像咋回事似的，那啥那个让他看看他媳妇儿干啥呢吧。哎哎，老二，哎哎，干啥呢？睡着了？振宝在那看着呢，你呢？带振宝，看看他媳妇儿，干嘛呢？现在？现在吗？哥，走吧，林哥。来，喂喂喂，别跳，别跳，给钱，给钱！别别别别别别！别跳了，别跳了！我回半小时呢，太好了！干啥呢？哎哎，我让他别走！哎，你们那个小宝绿色儿，你个对我帮他收，我给他了，我真正别别别生气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干啥去？干啥去？啊，继续继续。你是那收钱的啊？帮小孩忙。那个你别动啊，一会儿我来份打糕啊。我吃完了之后，你不收钱的吗？啊，站着别走啊。哎，二哥啊，你咋来了呀？啊，我听别人说你这生意特火，我过来呀捧捧场，给你添点人气儿。
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二哥哈。哎，在家我是二哥，你是弟妹，在这儿你是老板，我是客人，啊，啊对了，给我上个打糕啊，该多少钱多少钱啊，一文钱不会少你的啊，你去吧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能收你钱啊？我该怎么算怎么算啊。小强哥，我这也不需要忙了，你先去忙活哈。哎，谢谢哈。那走了啊。嗯，啊，马上来啊。哎，咋的？你别走啊。我说你这耳朵不好使啊，你还是没听懂我说话呀？你不收钱的吗？我说我吃完了之后，你不得收账吗？对不对？你就站这儿。哎呀，二哥，你要干啥呀？这来吃饭就好好吃，别没事找事啊。我想干什么？我来捧场来了。啊，我给你带来一个朋友。哎哎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，走什么呀？要干啥呀？啊？老三呐，你看看。这是你媳妇做的打糕，你要喜欢吃，你就多吃点啊。张振霄，张振霄，你想干嘛？啊！哎，师傅，小芬，我干啥？我啥意思？他是不是你老公？瑞生是不是你俩的儿子？哎，瑞生是不是你俩的儿子？这话还不好说，是吧？哎，不想欺负女人，你就跟别人家做生意。我问你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他生意好坏，关你啥事儿？你给我松开！哎，就，哎，给我松开！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怕你，我跟你说，你松开我，松开我。咋的了？收摊啊？别收啊！哭啥呢？真是！我饿了，给我整份打糕。你看我都饿瘪了，我都瘦成啥样了？我都不行，今天不吃打糕，我要我命了！快整一份。谢谢。还有啊，客人来了有要求，你还这个，你别人来这吃打糕，你都给跳舞呢，我也要看跳舞。今天我也要看跳舞，你看我给你唱一个，你看啊，好嘿哟，好嘿哟，好嘿哟，屋里灯，外头嘿哟，外头天灯，屋里嘿哟。赶上停电，屋里外头一帮，哎呦！快点啊，给我整打糕，饿了。
说半天，我给你跳了个舞，哎呦，这个事儿整的，你说，别哭，别哭，来，给我转过来，哎。什么人物啊！他敢骑到咱们老张家头上拉屎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这是啊，这是祭品，这怎么还吃这了呢？我忘了。哦，你怀孕了，那吃。对，我也吃。哎呀，那蒋小强啊，这小子可真有劲儿，就这么夹着我脑袋，夹了我一道啊。没把我给勒死，这叫笑话让人捡的。不是，老八子，你现在就马人去，我就不信弄不了他，真有意思。我马上就找人。人这是，哎哎，干啥干啥去？这都是啊，我找人给我二哥出气啊。哎，出什么气？出气啊！行行行，你过来，过去站那儿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事儿哈，我看就到此为止吧。凭啥呀？啊？凭啥？不，这咋还冲上我来了？还凭啥？打蛇，为啥打蛇呀？就是要引蛇出洞，咱们目的达到了。哥，你啥意思？我咋没整不明白呢？你永远听不明白，他俩都听明白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这个蒋小强跟那个小芬关系是不是挺好？对啊。那肯定的。我照片不都拍了吗？嗯，而且那刚才蒋小阳是不是给郑小芬出头了？肯定是有一腿，这种事儿我太懂了。刚才哎，老二不都说了吗？你怀疑那个人，就你盯那个人，说力气贼大，你嘎给你都勒上，你都喘不气儿。你想咱家振宝，振宝力气大不？几个人能把他糊弄住？不是大哥啊。那你那意思，咱家振宝是蒋小强杀的？我没说这句话呀。我，老嘎子，你给我好好回忆回忆，那天穿赵小明衣服那人是不是他？那个头对不上，但是这个体型差不多。那我这个事儿我不好说。你傻呀？你就说是他，把他抓了，一枪崩了，咱就全消停了。我看把你崩了，你虎，你是不是欠抽你呀、啊？人命关天的事情，胡说八道啊！再说了，老嘎子报案的时候已经过时了，现在你就是到那个派出所，你跟那个郑少说，我又发现嫌疑人，信吗？肯定不能信，都啥钱了？咱关起门来说，一个徐立忠，一个是蒋小强，其中肯定有一个杀人犯。昨天我到小芬家去送钱，嗯，我就知道他不收，我话都搁那儿，我就想激他，把他性子激起来，这事儿不就是闹大了吗？闹大了，听明白没有？还没清楚啊？不是，那大哥，那咱现在要报警也没啥证据啊。报什么警啊？动不动就报警，现在咱不报警，咱们得沉住气，知道吧？给我死盯郑小芬和那个蒋小强。嗯，我就不信这劲儿的，他露不出尾巴。不是大哥，你俩还吃上了吗？哎，郑所。哎，郑所。哎，吃饭了。哎，郑所啊。郑总，好。哎，小薇，哎，忙了呀，下午。啥呀？不忙啊。不忙不忙，怎么的？你帮我问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儿。找谁呀、啊？找你小舅子徐立忠。找小舅子干什么呀你？你别管我找他干啥，你下午帮我找来就完了呗。不是我找他倒行，现在你关键你告诉我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要说我要是能找着徐立忠，他又答应给我买瓶香水。谁无敌啊？啊，他上午说的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这个啊，我俩打赌了。
怎么赌的你们？赢了那就他给我买瓶香水，输了我喝半桶水。喝半桶水啊？嗯。然后他输了给你买瓶香水啊？那。哎呀哎呀呀，吴总，真是太有才了，天下无敌呀，这想法啊！哎呀，找你啊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真的，一定要让他输一瓶香水，外加一桶水，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！爹，还有饭没啦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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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问你个事儿啊，这人你见过没有？没见过这个。你再仔细想想，就是这几天有没有出入过这边的？没有。